得好，你看我们在武陵啊，今天晚上把这菜味得好得很，加豆、辣子、黄瓜，你看韭菜啥都有。奶奶割些韭菜，跟我卷指甲。那你把我给拿上。奶奶割韭菜，韭菜累得很。这几天回来屋里啥都没有的，在门口里割些韭菜，弄个白汤面、猪脚，先烫一块面，这一半用凉水和面。这个面和下来就稍微热，看来就是一斤面三百毛钱洗。面醒一会儿，把菜一起。给里面加些红薯粉条。调和面，给里面调些油，油底向外卷，这样好多人不会卷。对，这个卷和这紧，卷着拉着要扑啊。不切了吗？不切，切和我菜弄死了，这鸡爪就不要切。我切完后老师傅回来。这谁买的？啥的？哟，锅都烧硬了，还是不炸。好，瞧你把菜都煮对了。对。咱都好久没吃紫卷了。对。吃饭花都来点花，走，来跟我一个，给。这个这菜全部全没口菜，你吃我黄瓜，好吃的很，酱都有味哈。
带着水行吗？我不爱接水的。是。这是我们家的菜菜吗？嗯，你看不够给奶奶我也放个吃。来，来这儿。我。你这个不能拿出去看看。来来来，这暖胃的够了。哎，我里面有。嗯。